甩一下看看会发生什么事情。正前，我跟你说，你说最上面那个。没有这个。有没有？就是。你好，你好，是新朋友吗？哇，这个真的蛮奇妙的，这个真的有一点奇妙啊。我没有骗你哦，真的有人这样吸出来。大家好，大家好，酒精师，店长是猫，今天来到林口的花枝游戏，就想说来看看，就是因为之前它好像这边是刚开嘛，它好像蛮多间，巴德那边也有，然后它这里有个很有名的机台啊，就是可以加金纸，对对对对，新闻上新闻那个，对，但我们没去啊，就是太白痴了，然后不需要，然后刚好今天就出门嘛，就想说来这边看看，然后因为之前有观众跟我们讲说这边有东西很好夹，也有观众跟我们讲说有东西很难夹，我就想说那么两极，有趣哦，来看看吧。我个人因为其实你们也都知道嘛，很多小东西饼干零食都夹太多了，所以个人今天想要挑战各式各样有趣奇形怪状的大小东西，好来试试看，所以应该会抽出很多很特别的东西来送给你们，所以记得看到后面了。那我们现在来第一台，刚刚呢旁边不知道是店长还是店员之类，他现在在我旁边啦，他说这是他摆的，所以如果你们来啊没有长这样，你们自己找他处理啊。对，找他处理啊，就是你知道这个我自己光看到我都觉得太瞎了吧，他说他们手抖都夹不出来，应该很多有看过。这个真的吗？那我们等一下再处理你的部分。哎、欸，哇哇哇！你看这个，你看这个爪子，你有没有看到？它是可以这样搞的。那你完蛋，你手这么抖，你出得来吗？没有啦，我们先试玩个几下给大家看一下。反正我觉得这边，我刚刚目前这样看下来呢，它的东西都蛮有蛮多蛮特别的东西。对啊。哎呦！为什么长这样？它的那个太嫩 Q 了，反而不好处理。它感觉很好溜呢。对啊对啊对啊。哇！你现在用推的吧？亏钱了，亏钱了。好了，应该不用乱甩。撞，撞一下。对啊，用撞的啊。这样就好了。来试试看这工具了。这个嘛，用换位。我觉得啦，我想要先做第一件事情，我们玩玩看正前面那一个，甩一下看看会发生什么事情。正前面，我跟你说，你说最上面那个。没有这个。有没有？就是。他说好夹，他老婆说好夹。我感受到他的好夹这件事情了。就是它的摆放蛮诡异的，我觉得这个很好啊，很好送哎。对啊，这个可以送大家哎。小朋友也喜欢。那我们再试一次。哎，它这个刚刚店员有跟我说，他们就你看都没有什么防甩的机制，就是随便你甩，所以他现在应该又会在啊，他就没有滚下来。我们这个看看能不能抽个三五个试试看，就试试看，就纯粹试试看，因为我也不确定到底是怎样。这也是高手。哎呦呦呦，只是它的这个爪子真的比较慢一点，所以我们先直上直下好了，不要摆。就直上直下就好了，尽量两爪包就好。说像这样吗？哦，它竟然掉到哪里去？然后我们就直接直上直下这一个，应该要出了吧？哎，哇，它竟然没掉出来。这应该可以出很多。我觉得加个三个差不多吧。哎呀呀！哇！哦，太早收了，太早收了。这个爪子的那个速度要适应一下下。它竟然这么完美的粘在那里，那这应该会出来了吧？啊！有了有。应该还可以有，那个再把它撞下来一次。什么？它这边现在长这样，有时候适时的付出一下是必要的。哇！直接一个帅气旋风卡爪，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？是你在抖还是他在抖？是他在抖，我没有在做任何事情。就是对啊，差不多了吧？你还要再继续？我现在夹几个了？一二三四，四个了，那凑五个吧。好哦，还要凑十个？各位有需要这个吗？先凑五个就好了啦。我们再去看其他东西。好了，凑五个了。各位看一下，我觉得这蛮有趣的，就是他这边放的那个类似那种。防撞的胶条之类的，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，因为可能是被出烂了。我们试试看，就试试看，因为我不知道这会长怎样。有没有可能侧面的？哎，我发现它的那个哪个？它的爪子那个怎么了？哦，出了，红了。
了啦，懂了啦，我会了，我会了。来看它长这样，我们来玩一下。然后感觉那个二楼的部分感觉蛮有趣的，我们试试看。那我感觉看看，哦，这个爪子，这爪子好大哦。这爪子这样子，哦呦，哎，换一下吧。哎呦，哎呦。哦，他说他们框架，哎，他们框架这个饼干，这个可以哦。想说店员还来关切说这有这么好吃吗？这个可以哦，他这个蛮奇妙的。你好，你好，是新朋友吗？哇，这个真的蛮奇妙的，这个真的有一点奇妙啊。哎，欸，不是啦，哎，欸，你说这个这台真的平常是这样子吗？应该是啦。夹不出来吗？可是我们观众说他们也狂夹这一台。就是来这里玩，你不要太多心思，你就夹就对了。哦。对，就像你一样。那请问有心思的人，大概他们平常都在做些什么？我还真不知道。好了，我觉得够了。这种时候呢，我想要来测试一下，就是他有没有在骗人。骗什么？直上直下就好。哦。哇哇，什么意思？所以现在那包怎么样出了？哇，真的假的啦？真的假的？太扯了吧！哇，根管被换掉了。这个很夸张哎，你没有感受到我讲的什么东西很夸张吗？它从洞里面掉出来。就是首先呢，他插那样子嘛，通常感觉很骗人，嗯，但他没有骗人，就是他的现场是真的到那边，而且他是抓得起来的。他好像没有锁什么现场，对啊，只是好了，先老板娘说这个看起来很可爱，我们来试试看。可是感觉会浪费钱。真的吗？你在讲哪里？头啊，他头很重哎。对啊，我是想说吸吸看，我又不知道他的爪力是多少。吓我一大跳！我还以为就要这样出来了，也太智障了吧！侧面的是这个。哦，可是说真的啊，它是什么？它是卖的熊大的女生版吗？这样是正常的吗？我不知道啊，其实我不知道。哇！丢回去了，所以我必须要先把它出完，才会有梗鬼就对了。哎，欸，他上不来啊！他骗我！我没有骗你哦，真的人家吸出来。各位有看到了吗？吸得出来，吓我一跳！我没有，就这样慢慢吸出来。我没有想到长这样啊，有点出乎我的意料啊。对啊，试试看隔壁的风飞沙，不是风飞沙。砂锅鱼头，别乱取名字。砂锅鱼头，那哇，这个爪子也超大的。好，我们吸一下它的头试试看。哎呦，吸到了！哇，没关系，我们吸这个。哇，这个吸不到吧？我们先试试。他刚刚说啊，这个宝贝球很弹，我们看看它有多弹。咚咚咚，好像也还好。不够，嗯，好像也没有到很弹。就是不够满。对啊。如果很满就会。不是，它如果很满的话呢，这个店家也不用。这店家也不用做，它不像卡斯狗一样，老板都那么白痴。对啊，它不像卡斯狗老板那么智障。好了，我再试一下这个鲨鱼，看有没有搞头。哇，鲨鱼好像到不了，太边了。对啊。哇，撞到。哦，有了，拉过来了。把它拨过去。嗯。再试一次，后面有一点小小补位了，小小的，试试看有没有机会拉到头。哇，有，可以。别想太多，一般它不会摆这么活。还说刚刚那个女生熊的那个，有拿出了，可以。哇，这一集很多娃娃哎。这个可以吧？这个画面还可以吧？但阿轩最近也染上吃栗子的恶习了。还好吧，那个没什么东西。侧面这里，哦哟，对，吓我一跳。你要把人家那个弄坏是不是？而且你还没夹出来。他的，他这个太好笑了吧？你们看。哎，才夹一包，我以为你会再多夹几包。很好笑哎，出乎我意料的这个
好甩啊！正在玩什么？刚刚店员就跟我说，他们这边啊，几乎都没有在防甩的，几乎啦，所以蛮好笑的。那这样这个很好出哦。不是你刚刚高手台都很好出，那新手台应该会更好出啊，出烂了。有啊，出烂了。你要多少包栗子？没关系啊，差不多五包就够了，我可以去夹别的。哎，好了，侧面侧面拉一下，侧面直上直下看看。第一次看到没有防甩片。好了，又有了、OK、又有了，好，我们试试看正前面那一包。这个就有小小防甩了，小小。哇，10块一包、喔，很划算的。蛮划算的，蛮划算的。很划算的。好，下一台。是他们上次被卫生纸电惨。来，大壶大壶，试试看大壶。这个一样哇，它这个爪子都蛮可爱的。我们先把后面的搞下来。这拿得到吗？有，可以，你看后面的就直接掉下来了。手有问题。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，好了。再一个正面的。哇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。耶、yeah, ，三个，三个。那我们看看这个直上直下到底出不出来。又来夹这一台。对啊，因为它塞这样，我真的很好奇它这个到底是怎么个设计。那咖啡色是不是叫猪排还是什么？好慢哦，好慢。哦，拔起来了。哦，是这样子设计哦。我换个镜头位置哦，因为它这个是设计给你这样直上直下硬拔出来的吗？哦，有人在直播称赞卡斯拱了。有这么蛮横的吗？我来试试看。那我们就都不要甩啦，直上直下就好了。哇，这样拔的，这样根本拔得起来。它卡得很紧的、啊，你看。那我们就捏薄一点点。捏薄一点，可是它力气没有那么大，拔起来吗？对啊。不知道哎、欸。它你一定要先全包才拔得起来。你看它上升速度就太慢，然后就卡在那里。这下有，这下有。好卡。我有连他们 WiFi， 可是因为这边是角落的关系。因为他们是角落生物啊，他们要在角落。该不会要这样把它拨？可是它这样转一圈会出来吗？会哦。是吗？它像什么肉串一样被插在那里？它要出来了。是吗？讯号卡爆！我刚才也是重新连线，大家会不会错过精彩的瞬间了？出来了，出来了，花了多少钱啊？不知道，我被花死了。但反正我夹到了，就这样。那个洞到底是怎样啊？可以去下一个地方。那个洞是怎样？他的爪子也太大了，结果是捏别包，莫名其妙。因为他说新手台啊。这是我看过最莫名其妙的一个，就是夹取状态。那个爪子到底是怎样？今天呢，我觉得真的夹了蛮多有趣的大东西的，蛮多我自己觉得，因为我还没看母带，我不知道，但至少刚刚看现场，我觉得应该蛮有画面，后面应该蛮赞的。而且这个你想说，哎，直播为什么没有这个呢？因为刚刚这个东西快保夹了，对，他有人投到400多块，我想说，哎，他500多就要保夹，然后店家也很好心的呢，就是摆了一个很呛的位置，然后就让我保夹拉后面，然后把这个弄出来，就是所以直接错两个。蛮赞的，送观众啦，又有东西可以送你们了。等一下再说，先提一下店家有什么有趣的好了。首先呢，我觉得他们的零食啊很好出啊，虽然说我们没什么在夹，但刚刚后面有一两个画面，大家看到就是那个零食的出法都很可疑。他们那个爪力，对，我们这前面就有人出货，那个零食的爪力啊，还有它摆放的崩法，其实怪可疑的。它有些地方真的就是不让你用甩的。你就是直上直下，然后让它崩，或直上直下让它自己掉出来，蛮好笑的，我觉得。然后当然有几台，可能机台比较旧，刚店家自己有讲，所以比较慢。就像我们夹这个角落生物，我刚换的嘛，一样的这个，有点小不好出，但其他的我觉得真的很少很少的钱就可以让你出货，我觉得蛮赞的。对，然后他们这边现在就是有很多假换活动，满车然后你不想要这些东西，你直接去假换，然后满车又送冰淇淋，对，蛮好吃的。然后呢，又有夹物金30块的活动可以领，对，活动也算不少。然后它有一个很特别的是，它有目前有4家有人雇的店，所以它一张集点卡，你只要每一家都夹到10个东西，就会拿到4个集点，
就可以换到一个价值300块的神秘小礼物，对，蛮有趣的，我觉得蛮特别的一个设计，哦，大概就是这样。好了，那今天结束了之后，我们来最后来抽奖的部分吧。哎，很多东西，其实很多值得抽的东西。说真的，像这个啊，安妮亚的盒子，我们就有5个，然后还有这个史努比的存钱筒，然后还有这个马卡龙，这个是让你把手插进去然后睡觉的，哎，很赞的。然后还有这个角落生物。然后还有这个熊美啊，然后鲨鱼，很多东西可以送，我觉得就是一样啊，抽个2个人嘛，你要什么我就送你嘛，可以吧？但熊美老板娘可能会想要留着，所以请不要留这个。鲨鱼我可能会想要留着，你又想留了。这个恐龙我也可能会想要留着，不知道哎，再说吧，你们自己看斟酌要怎么办。好了，反正再说嘛，再私讯我们或者是留言，对啊，看看点阅怎么样再说嘛。然后会员的话，可能直接送一个这个吧，我觉得可以吧，这个很棒哎，这很实用，这是马卡龙哎，很可爱。好了，大概就是这样，所以后面还有很多活动会送给你们，很多奖品要送给你们，还有很多会员限定的东西要送给大家，所以大家要记得。按赞、订阅、分享并开启小铃铛。好，就这样，我们要去下一家店了。是的，要记得加入会员哦，拜拜。拜拜。